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青春宝藏，今天有很多关于青春的歌曲。我当时是公认的潘玮柏点跳机，今天其实想向他讨教。嚣张，把他拦住，把他拦住。看来这个表演跳的真的比他好。就是来干掉你和。身为本尊，这首歌跳的跟一个傣族舞蹈。不信，老了就是老了，老玮柏了。不要再伤害他了。真的觉得他就是来干掉我的今天。我一直有一个女神，就是杨钰莹老师。你们可以一起跳一个《茶山情歌》，好不好？表情，表情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他们拿的不是盆，是架两个拐。脚受伤了是不是？拔毛，拔毛。来呀！还唱赚起来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直播课上作业帮，好成绩有人帮。魔力运动饮料还唱赚起来，待会儿见。魔力运动饮料还唱赚起来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魔力运动饮料冠名播出的嗨唱转起来，魔力随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。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，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魔镜啊魔镜，请告诉我青春的宝藏是什么？青春的宝藏就是你手里的这个球。感谢一号宝藏守护人，虽然你们有宝，但是不如我们的好。我们的宝就是充电宝。青春有了充电宝，电力十足，没烦恼。因为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，我只爱你。 You are my 充电宝，你就在我崇拜，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我能爱你。 You are my superstar。在这里要谢谢一号宝藏守护人和二号宝藏守护人，我是三号宝藏守护人，我的宝藏是最好的，我们的宝藏人人需要，它就是电饭煲。娜娜，哎，这锅吃饱下还会饿吗？不会啦，吃完它我们要去哪儿？寻宝吧。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它。你还唱呀？这就是走在海上马蹄。海上马蹄开始啦。扭着扭着 da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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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nce， 海上 party 开始啦 ！dance da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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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nce， 扭着扭着 da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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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nce， 海上 party 开始啦！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全民音乐综艺互动秀。魔力运动饮料嗨唱转起来，这里是嗨唱大玩家薛娜。那么我就是嗨唱大玩家大张伟，谢伟。我是嗨唱大玩家潘玮柏。同时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沙巴克、武艺、于小彤还有刘伟。哎呀，小武艺来了。
你是抽到那个月卡来坐沙发的吗？我这是第二次来，然后也想说今天能够挖掘更多宝藏。那你青春宝藏的歌是什么呢？青春宝藏啊，你干嘛呢？怎么跟菠萝蜜啊？伟伯哥呢？我的话应该是张学友的。张学友。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爱你多谢再多谢这蔓延。我的这个青春宝藏有首歌叫做《百变摇》，摇摇对，因为《百变摇》秀算是我第二春，所以算是我的一个宝藏，而且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所以说这个青春又要造起来了，各位期待不期待？耶！那么你的 teenager 的 song 是哪个 song 呢？就我想想，我哦，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气息。难道不是九妹吗？行了，咱们今天有很多关于青春的歌曲，还有很多呢与青春有关的嘉宾来到现场了。对，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青春宝藏，所以今天要好好的期待。在他们出场之前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节目的规则，请看 VCR。嗨唱转起来第二季，全新启动，转盘蓄力，玩法升级。第一轮演唱，大玩家和沙发客均可拉杆。60秒内，若有一位拉杆支持，歌手即可开门转出；若有4位拉杆支持，即可转至中心舞台，完成第一轮演唱。第二轮演唱，歌手需在90秒内获得70%以上现场观众支持，才算挑战成功。任何一轮挑战失败，都将被撤离舞台。挑战成功的嗨唱歌手则有机会登上2020到2021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的舞台。加油吧，嗨唱歌手们！太期待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迫不及待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标签。But 今天没有标签，今天是拆箱。哇，对对对对对。潘玮柏，你在干嘛？没人跟你对节目吗？啊，脸红了，脸红了，玮柏哥脸红了，习惯了，习惯了的啊。因为今天每一位嗨唱歌手呢，都会带来一个青春宝物，这个宝物就是让我们猜他是谁的一个关键点了。哦，宝物会是什么呢？那我们请一位沙发客上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潘玮柏，好，我上去看一下是什么，形容给大家看一下。会让你声音变大的一个喇叭。哎，要这么快猜中了，我们还想卖个关子的，也太明显了，我还以为是 Sherry。 Sherry 躲在这里面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Sherry。 跟他说话必须声音大，你再说一遍。声音嗓门大的还有哪个歌手特别多？腾格尔老师。腾格尔就一会儿声大一会儿声小，我爱。突然间收，突然停。我觉得这个喇叭应该跟阿宝唱山歌的那个状态挺像的。沙哒哒的。阿宝来了。我觉得是哪位嘉宾都不要是 Sherry 好吗？ Sherry 是声音最大的，实在太吓人了。好嘞，那我们就嗨唱转起来。
太棒了，我鸡皮疙瘩起一身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！哇，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啊，各位老师好，我叫彭希燕，来自河北石家庄，现在是一名歌手。在石家庄吗？对，在石家庄。哦，那石家庄你在街上碰到过邓伦吗？我很想碰到。邓伦老师在石家庄每天什么都不敢，就在遛弯是吧？那他是石家庄之光，应该平常都在街上那个游行吗？石家庄之光。好歌不能断，是不是？今天带来第二首歌曲是《找自己》。好，期待，来，开唱，转起来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昨天晚上做了个梦。走进撒拉沙漠，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。好，是他声音了，好，是他。摄氏66.6度，快要吻我我的眼珠。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，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？恭喜啊，好好听哦！谢谢谢谢，来欢迎欢迎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要上第二件青春好物了。潘玮柏，好，你鉴定一下啊。哦，这个有大有小，有大有小。套娃，俄罗斯套娃吗？然后呢？这个呢，非常甜滋滋的，还能吃。泡泡糖，棒棒糖，棒棒糖，对，棒棒糖。对，我就是说的棒棒糖。哇，这棒棒糖有点重啊，有大有小，其实就是糖果啊，哦、棒棒糖这样的。周星驰。对，我也想说，为什么周星驰啊？因为他那个功夫里面的那个棒棒糖啊，因为我坊间听说周星驰真的很想来我们节目，但是因为人太多了，一直没有排上队。一个字，绝。他真的很想来我们节目，因为他拍电影的时候看到我们节目说，哇，了好精彩的节目啊！我觉得这个坊间真的很坊，这是哪个坊间？我去那儿遛会儿弯。那么除了周星驰还有谁呢？我觉得可能就跟甜滋滋有关系，比如甜蜜教主这个王心凌。天再深一点，天再深一点。哇，好阳刚啊这一段，好吧。我看整个武艺的表情就说，哇，都胡说八道的。我想到的是周杰伦那首甜甜的那首歌。哇，你更绝，月卡就是不一样，胡说八道，真的是周杰伦来了。周杰伦呢，也托人带话来说，希望如果在排得上的情况下，可以来一起。对对对。到底出来的是杰伦还是周星驰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嗨唱，转起来。你是微笑里的甜，还是眼泪里的咸？为何这个味道我最想念？你是
是夏天里的雪，我觉得是杨钰莹，你在哪呢？是我从没体会过的感觉。甜歌的浓浓就是那个，他是棒，他是棒，一个甜一个棒，对不对？棒棒糖嘛，对不对？很棒，特别棒。哎，来，二位有这个青春好物，我们青春好物是糖，为什么嘞？为什么嘞？因为姐姐的声音很甜，笑容很甜，我也是差不多那个意思。开心，帅。既然浓浓给人感觉你真的很甜，那我们来挑战一下，没有表情吃柠檬。先试一下，因为可能会作假，对不对？又仿的，这种试一下是不是酸的？你和那个大张伟试一下。大张伟试一下，来交杯柠檬啊！来交杯柠檬，来来来，等你啊。我们算着，哎呦喂，我。你为什么配在了潘帅的脸上？很酸，说不了话啊。对，这柠檬真的是酸的，还要做无表情，真的很难。那就是吃完还要说句话，说我是甜甜的，类似这样。浓浓、港港，好好一起挑战，就是没有表情来，没有表情。好，港港先，我还没怎么吃过柠檬，第一次。来来，哎呦喂，您这么美，不怕的。Wink。疯了一下，我呀！哎，刚刚，好，下一个浓浓。哇哇哇哇！哇，他这个小指怎么弯成这样？这个手指头怎么能弯成这个程度？也抽手指头抽血了。我是甜甜的，我是甜甜的。OK 啊，他没事。欢迎我们的港港和浓浓。那就有请上我们的下一个青春宝物。好，来看这个没有宝箱。音响，广场舞的那个吗？凤凰传奇又来了。好嘞，但是它这上面还有红绳啊。红绳啊，月老，司仪，司仪，那个结婚然后在公证的那个人，有红线吗？那么小根红线、啊。
但是他这个思路非常对，也许他唱歌就跟这种红线有关系。哦，他唱歌是唱的是情歌，情歌恩爱爱的啊。刚刚姐，就是唱情歌里头，你觉得除了您之外，谁唱歌特别容易凑合这种姻缘？哎，大老师，我说话我都听不懂，特别高深。我就是还有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听了你的歌就很想谈恋爱啊？果然是非常的有深度啊！是的，是的。那太多了，很多人唱情歌都唱得很好。对，农农，你觉得就是唱情歌的，就是唱得很好的。你有没有听什么歌特别想谈恋爱的？比方说。小酒窝，喜欢有酒窝的姑娘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在一起有可能。侯彦斌来到我们现场，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冰冰侯彦斌。或者是任静和傅笛生夫妇。无论是现在，还是在遥远的未来。对，所以说我们就期待一下，好不好？一起来，开唱，转起来。小阿七，一位来自重庆的辣妹子。哇，那刚才你那个宝物的意思是跟你有关系？对对对对对，因为目前我是一个路演的歌手，那我走到哪里都会带着我的小音箱。哇，这很酷哎，勇敢的女孩。一开始我唱歌的时候是没有人看的，小音箱它相当于见证我成长的一个音乐伙伴，也陪我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。后来就是慢慢慢慢的被很多人知道了，我最多一场路演好像有1000多个人在。哇，像就一个小型演唱会了哎！对对对，就很感动，因为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在一个广场上面，大家都非常自然的席地而坐，和我一样，我也坐在地上唱。其实不用上舞台。对，只要敢，哪里都是舞台。所以在重庆基本上在哪些地方？我在重庆，在洒品吧大学城那里。现在我目前在广州唱，因为有个固定的场地嘛。啊，真的吗？因为我在深圳。啊，这么近的吗？我一定要去追你，我要听你唱歌，因为我觉得他唱得好听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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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刚刚姐其实就这么一说，广州离深圳还是有点远的。半个小时就到了，刚刚姐。对对对，很近很近。而且那个潘玮柏说，而且他还没有拉杆儿。潘玮柏你那么坏啊？你儿坏呀？是啊。不不不不，还原我刚说他怎么没拉？他这样的，但他没有拉杆儿。你唱的时候，我可以看。哎呀，没有拉杆。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拉杆吗？啊，是是是。哎，我觉得一个小女生穿得这么可爱，站在路灯下唱歌很吸引我，我觉得很动人。我还没有来得及，看看到忘了，还没有来得及。你看，你看，真是。刚刚姐，那你待会儿再拉一遍。当然会。好，谢谢刚刚姐。好了，我们第二首歌是啥子歌嘞？我第二首唱的是一首。
比较正能量的欢喜的歌，叫《你是人间四月天》。开唱，转起来。去拥抱你，多大风浪都在一起，听到最美的记忆，关于你所有的消息，盼望那天见到你，每天夜风和日丽，花花绿绿的世界里，我只会喜欢你。刚刚差点过去要去拉那个转盘了，刚刚已经站起来了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我们下一个宝物。哇，这个感觉好不适合我。是女性的用品吗？我觉得就是它可以让你变得很强壮。哑铃。对对对对对。能来一个。能。哇厉害啊。你猜是个什么样的歌手？彭于晏。有可能哦。我知道了，贾玲。贾玲为什么是哑铃？贾玲傻傻的不清楚。这个笑话真的好笑。但是也有可能是沈凌。哦，沈凌。又是沈凌，又爱健身，又有铃铛，有可能就是他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谁。魔力嗨唱转起来。你给的只有一个女神，就是杨钰莹老师。你们可以一起来跳一个《茶山情歌》。这什么？脚受伤了是不是？这是个什么？嗨唱转起来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直播课上作业帮，好成绩有人帮。魔力运动饮料，嗨唱转起来，待会儿见。魔力运动饮料，嗨唱转起来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魔力运动饮料冠名播出的嗨唱转起来，魔力随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。嗨唱转起来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直播课上作业帮，好成绩有人帮。你
给的爱，无助的等待，是否我一个人走，想听见你的挽留，春风秋雨飘飘落落，只为我以为是时光号来了，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大家好，各位老师好，我是歌手黄恩玉。哇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是许光汉来了，我的天哪。有人觉得你像吗？有啊，有超多人说的。你刚才唱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，哎，不会吧，乍看之下真的有点像。娜姐可是非常喜欢这个戏。哎，你来一个那个回眸呢。我来试一下啊。特意穿了一个没有袖的，他的线条真的是很利落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有一点像，眼睛像，笑起来的时候也像。觉得你刚才演出特别不错，但是仿佛呢还缺了一点料。缺点什么料呢？当然是缺了我们魔力柠檬味的运动饮料。那一定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质，可以随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。既然我们这么投机的话，一块来喝一口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喝一口清爽又可口。那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第二首歌，嗨唱转起来。下一个宝物是好想看港港姐去开哦。港港姐上去特别像要这个，这宝是真的假的，假的我就砸了。好，那我就打开了。是什么呢？三二一，当当当当。哇，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简谱的音乐书。他是一个音乐老师。有可能。各位那个童年唱歌都特爱唱什么歌？两只老虎。哦，农农童年唱的什么歌？童年也就前两年的事儿吧，就是去年嘛。一闪一闪亮晶晶啊，所以说他是谁呢？嗨唱转起来。我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寇丹。你看看，哦，好漂亮。
今天我是特意为其中一位老师而来的，他跟我还有一些童年的渊源。娜姐来了，我们这个节目叫做每周五晚八点为谢娜致敬。我可以形容一下这位老师的外貌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还有一点点根儿。那根儿我就猜到了，大张伟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冲我来的是吗？大老师出汗了，因为他觉得像是安排好的。对的，我这么叛逆的人最烦别人夸我。你为什么要找我呀？你确定了吗？是谁？到底是谁？就是我的师兄大张伟老师。哇，我少年宫的好宝宝哎！我以前北京市唱歌一等奖，就是那些不要提，不要提。你说，哎，大老师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吗？小时候也是。哎，对，人家说话是这样的吗？小时候，哎，大你好，我是大张伟。我是赶上沙尘暴了吗？我眼睛这样，这是怎么的？哦，不是，小时候是小小少年，是这种风格。哎，那你那个青春好物是？是这样的，也许大家对我的名字不是很熟悉，但是对我演唱的童声作品一定耳熟能详，因为我是人教版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的原唱。你唱一句，我们感受一下。种太阳，种太阳啊！我有一滴美丽的远方。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，播种一颗就够了，会结出许多的许多的太阳。一颗送给南极，一颗送给北冰洋，一颗挂在冬天，一颗挂在晚上。种太阳。哇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喂，我们一直以为是一个小女孩，就是童声那种哈。其实教材每隔八年会改版一次，我大概录了三次了，就是20多年了。老师，你当时……小童，你不能再长高了，坐下说吧。那你第一次录的时候是多大啊？是我5岁的时候唱的《劳动最光荣》，现在也收录在那个教材里。刚才准备的那个书里面还有我的照片。谢谢你的歌陪伴我们这个成长，接下来还要陪伴我们的孩子成长。对，那第二首歌给我们带来什么歌？身骑白马。哇，那我们就开唱转起来。厉害，恭喜大张伟少年宫的小师妹成功过关。不愧是一个团的，少年宫之光，握个手，哎，幸会。啊，少年宫之握手啊！您、哎、上这边握手吧，啊，来，我们下一个宝物。哇，这么精致的盒子，可以有请你侬我侬的陈立农，哎，来，立农。这个最有年代的东西，夜明珠磁带，存折。娜姐很接近，而且跟我们的主持人有关系，是我的第一张专辑《菠萝菠萝蜜》。我是有时代年代的，《壁虎漫步》第一张专辑是时代的。我是叮咚当当叮咚，哦，好像有哎，《壁虎漫步》哇，哎呦哇，真的是哇，我的麦克风，哎呦我看。来，我们看一眼，哇塞，你看看以前都没有修图，这么瘦，是真瘦，现在是真胖。我先确认一下，这不是盗版吧？正版就没卡了。正版。大家不要好像看到那种古董的感觉。这真的是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应该就是古董了。对，我就想到看起来很有年代感。他出这个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吧？对不对？我3岁的时候，耶、yeah! ，至少出生了。港港姐戴手套就觉得你打开很尊贵，你看看这块玉啊！大家，请看一下这块黑玉，已经几十年了，依然还在闪闪发光。那么今天来的这个人，不用说了，可能跟我有关系的是，跟你合作过，或者是你的粉丝，唱片公司找你过来结版税。
潘玮柏的粉丝或者是和潘玮柏合作过的张韶涵。因为那个快乐崇拜就是他和张韶涵唱的，而且那个时候学校还排过这个舞。有跟我来，你真的会耶，真的真的会。我小潘玮柏，鞍山小潘玮柏啊，谁骗你的？什么叫骗你？他靠这个名号走商演走了好多。哦，难怪我最近没什么，就是被大家接走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潘玮柏的粉丝还是张韶涵。魔力嗨唱，站起来。我好喜欢你，呜呼，爱你，呜呼，你是上帝送给我的。睡觉只要说声晚安，要一起努力不偷懒。哦，好温柔啊！用美女绝不准偷看，聊天时绝不准嫌烦，要每天准备早餐。我好喜欢你。帅耶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广允，也是刚刚这首好喜欢你的原唱。哇，原唱就是你，这首歌超火的。对，那么今天这个青春好物前边这个潘玮柏的磁带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来报销的还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代表了我青春蛮珍贵的一份回忆，我当时是被他们称为公认的潘玮柏点跳机。鞍山潘玮柏，刘维，啊不不不，我只是单纯长得像而已。那个时候我学的第一支舞蹈就是潘玮柏老师的《壁虎漫步》。身为本尊，把一首这首歌跳得跟一个傣族舞蹈。我中间有看到了。噔噔噔噔噔噔。这首歌当时就是这样子编的，有这个民间舞蹈傣族风味，对吧？啊，太棒了！你说他的有点改良了，对不对？他要改良，他加一下自己很多 hip hop 的动作在里面，对，跳得比他好。你还有别的吗？有，反正你的歌都 OK 啊。你他这么嚣张。哎，刘伟，哎，你干嘛跳一个？哦，算了，我不想，不想。鞍山潘玮柏上去呀、啊！来嘛，鞍山玮柏，安玮柏，刘伟哥，刘伟哥，不要，真的不要啦。打着来致敬的幌子，是想来干掉本尊。在干掉本尊以后，现在干掉鞍山潘玮柏。当年如果有他的话，哪还会有我？没有，太会跳了，把我们沙发客全部打败，臣服。其实还有，别，不要再伤害他了。你还有第二首歌嘛，对不对？带来张艺兴老师的《梦不落雨梨》。哦，棒棒的，嗨唱，站起来！天啊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！怎么可能的事情？他这么棒，应该留下。感觉特别像韦伯刚才给导演组打电话说把他转出去。不要，就怕抢你饭碗。有他没我？不要乱讲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应该是刘伟在那边。没有，我没有这个能力，我没有。潘玮柏和鞍山潘玮柏一起，然后导演这样的。真的太可惜，希望大家以后好好支持他，好不好？那要告诉大家，就是有的觉得说，哎呀，有些歌手走了真的好可惜啊。哎，不要觉得可惜，因为每过三期，部分歌手就会返场重聚。那不遗憾了啊，他们还有复盘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啊，来下一个宝物。哦，火看到了，好大哦。But beauty。
你们看见的只是这么个球啊，里头还有一二三四五六，还有六个东西，还有六个球袜，六个袜子呀。这位少年闭嘴好吗？再想想，六个什么？要给你提示啊，都是球。乒乓球有，有乒乓球，有乒乓球。网球，哎，有网球。羽毛球，羽毛球。哎，铅球，铅球，铅球。没有铅球。或者是这个人长得有点像个球。好。前锋来了，对不对？那可不只是球。那就让我们看看到底是谁，一起开唱。转起来！欢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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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欢迎，大欢迎！欢迎我们的世界冠军林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羽毛球林丹，谢谢。哇，冠军，冠军啊！哎，为什么那个箱子里面有那么多的球？因为在我们印象中，你就是打那个羽毛球嘛。对，还是都擅长。其实球类很多都喜欢，之前喜欢踢足球，现在慢慢学打一些高尔夫。哎，武艺，你不是也喜欢踢足球吗？你有什么要问的吗？就是我想改变大家一个观念。我觉得很多人说踢足球都长不高，你能改变大家的？就是真正踢球的都其实长得很高的。没事啊，还是你自个儿开心就好啊。丹老师今天唱歌特别像那种企业的大老板啊。首先我们还是欢迎企业老板来到我们节目来视察工作，对对，好吗？谢谢您了啊。既然来了，我们来一个那个关于球的小小的互动好不好？我个人很喜欢打羽毛球，我还到你们那边就是训练那个地方去练习过，真的。那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去玩起来，用羽球可以玩的一些游戏？用什么知道吗？啊，想象。没有，不是。具体这个事情要让我们丹哥来告诉我们这个怎么玩，好不好？这怎么玩啊？打水瓶，打水瓶。这个水里面有四个是空的，谁打到都能倒，但是有几个是都有水的，能把它打倒就比较难一点。我个人很喜欢打羽毛球。来来来，娜姐可以啊。中间的比较好打，中间因为它没有水。中间的四个啊。好好好，能打中就不错啊。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专业的来示范一下。来，哇，这劲儿，我的天哪，打人脸上，完了。但是有几个是都有水的，能把它打倒就比较难一点。哇，这个难了，这需要很大的手劲儿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那个是带着水的，那个是带水的，很难。这劲儿，我的天哪！只有冠军做得到。掌声！欢迎我们的惊喜沙发客林丹。来就坐。下一个农农吧，好吧。农农开箱，龙凤呈祥。这个不仔细看不知道是什么。哇，字画，海报。海报，潘玮柏的海报。刘维的欠条。你的欠条。哇，夺冠，夺冠，夺冠。女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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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排。巩俐和郎平来了。巩俐真的来了。因为巩俐知道我当时到北京是因为她，就是想成为第二个巩俐，然后她就是今天想要来跟我说，你成为了。那么看看巩俐今天会不会来告诉谢娜，你已经长大后成为了我呢？那么就。魔力嗨唱，转起来！
这彩色的光，这唱得好，对不对？张开翅膀，飞到想去的地方。这世间充满了想象，趁着音符一起飞翔。哎呦，齐对，行行行，哎呦齐啊！谢谢你陪在我身。哇，好久不见，潘帅啊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漂亮哦！哎，你刚才那个魔力那个盒子里面是夺冠、对，这是我们第一届超女的冠军，当年的第一名嘛。哎，你有多久没来咱们台里了？很多年，而且我也很多年没上过节目了，就上一次还是大张伟，我们上那个综艺实价。哦，十周嫁出去，就是，然后我就再好像没有上过通告，什么意思？我终结了你的综艺之路？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让你回忆一下，你大概有多少年？哦，对，很多年。你说很久没有上节目了，你最近的在做什么呢？这几年我大概就是唱歌，然后赚钱，然后去旅行，对，去了很多很多的国家。现在主要是在做什么呢？坐飞机嘛，坐飞机，主要是坐飞机，因为他要去好多地儿。你今天到这舞台上转出来的感受是什么？很兴奋，然后特别那一首前奏起来的时候，就让我回到2004年那一年，就是因为2004年那一年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的梦想闪耀着零一号安又琪，不会却不真爱，支持我，没错的。恭喜总冠军获得者安又琪。湖南卫视的这个舞台成就了我当歌手的梦想，然后就很亲切吧，再一次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，再次回到这儿，我发现下飞机来接我的车是台里的车的时候，就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。安又琪以前还有一首很红的歌叫做《哈喽自己好吗》，周杰伦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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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开唱，转起来！看的是夜晚美琪的笑，你的生活我已经没有去看，你在南我在北，我们是去买栋老张的像一只大明星，你不知道你迷到了多少周杰伦，你的一代都有他的心。Hello， 自己好吗？周杰伦，哼哼哼，唱着双截棍，你是一张音乐龙卷风。Hello， 自己好吗？周杰伦，接着西风重重破东风，谁会是你的可爱？
喜安又琪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来，请坐。Hello， 娜娜。啊，欢迎欢迎，好久不见。哎，所以说有时候这个时光就特别特别神，真的，对不对？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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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以前会觉得这首歌，哎，很奇妙的一个歌，以前只是觉得它好玩，时间一过去再一听这歌，因为它定在那个时间。哎呀，好，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宝物，我们请林丹来开个箱好吗？哎，脸盆哦，是个脸盆，倒点水卸妆。拿脸盆打羽毛球。我觉得很像吃面的拉面呢，大碗宽面哦，有可能哦。吴亦凡，吴亦凡来了，你看这一碗大是不是？吴亦凡来找潘玮柏来了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他也有跟我讲，他很想来这个节目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但是一直在排嘛，最后排的后面。对对对对，应该就是今天了，应该就是今天，应该是今天。刚才林丹哥说这是吃小龙虾的，每次来都会去，每次来都。跟你一起吃过小龙虾的有哪些人？大家想想。不会是我队友吧？谁？包春兰。哦，包春兰。包春兰也唱歌哎。哦，对。对对对，还有什么好朋友？潘玮柏。彭哦，彭于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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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厉害。那我们有请这位好朋友。嗨唱，转起来！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丹哥，丹哥，你那球呢？能拍他吗？他在那儿看太郎。我是不是见过你？哎，我好像也见过你。网上有一个那个特别火的那个视频，是不是你？就是我呀。从小我的妈妈告诉我，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。对，我就是那个原版王海旭啊。哇哦，厉害厉害厉害。我当时网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叫我马教哥。你会学那个？对对，因为我之前参加了一档选秀节目，就是快乐男生。当时比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做了功课的，因为你看啊，浩女啊，快男呢、啊、都有什么海豚音呐、啊、绵羊音呢、啊、我当时想，哎，我也得整一个动物系的，这样能火呀。我就想要，哎，差一个马，我因为我就给自己起个名叫烈马音吧，然后去那唱去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。哇，这个是他真的发出的声音吗？就我人生听过模仿马最像的一只马，直接一脚踢马肾上了，这是不是？那解释一下你的那个青春好物是吗？这个是一个铁盆，哎，因为我太喜欢杨钰莹老师。哦，谢谢谢谢，真的，他的每一首歌我几乎都会唱。你是觉得我像那个脸盆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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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那时候就每天看他的 MV， 学他的舞蹈啊什么。然后那时候你看，我那时候想拿一个小竹篓，我也没有，只能拿个铁盆，那个小盒，我就哎擦是哎，对，类似于就这样一个东西。对，好可爱啊。既然你的那个偶像今天在这儿，你们可以一起来跳一个《茶山情歌》，好不好？哎，真的，我觉得那个脸盆也挺好看的。好，我来看看。我们来几位伴舞的吧，好不好？刘维、武艺，来来来，立冬立冬。我们第一次拿脸盆跳舞。走。茶山里暗梅长梦。那什么？走。山里阿妹唱模样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这是个什么？脚受伤了，这个他们拿的不是盆，是架两个拐。哎呀呀呀呀呀，采茶嘛。走。的蝴蝶翩翩飞，嗡嗡嗡唱。你是伴舞吗？不是。你完整的把杨钰莹老师挡住了。对面坡上一棵柴郎，好可爱。哎，对，这个最重要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没有想到我还有这个可能，我觉得也挺可爱的。好了，我们下一首歌准备的是什么，马教哥？接下来的曲目呢是《给我一个吻》，献给大家。那么我们开始了，三二一，嗨唱，转起来。哎呦哦耶，
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吻在我的脸上，留下爱标记。双手，嘿，嘿，给我一个吻，哦，可以不可以？吻在我的脸上，留下爱标记。Come on， 给我一个吻，哦，可以不可以？吻在我的心上，让我想念你，总是看着你的眼睛，你不答应。没唱完不离开舞台，太棒了！过，最后还要冲出来。行嘞，感谢他，谢。好，我们来上下一个青春宝物盒。耶耶，这是一件宝物，它会不会很顽固？嗯，你打开它就会让我们感觉非常的舒服。我的心里有一点雾，但是我希望打开我会呼呼呼。你越说我越糊涂，不如打开让我们看清楚，谢谢。来啊、是什么？Oh my god！ 真的让我打开有点呼呼呼的感。你们今天上场之前都用到过的吹风机、麦克风。六号卡座这位客人看着我干什么？每个人都用过吗？你可以不一定，你不一定，女生反正一定用过。女生一定用过呀、啊。哦，夹那个头发的。对，农农猜对了 ，bingo！ 哇、哦，这个很重要，这很重要。接下来上场的应该是托尼老师。哦，托尼，他一定带水来，托尼带水。哎，有猜是托尼老师，还有谁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窦骁。窦骁以前是美发师，他以前是托尼。窦骁来了啊！哦，哇，刘德华以前是理发师，刘德华。刘德华。对，好嘞，那就让我们看看这位大咖到底是谁，一起开唱，转起来。两个人。早上出门真的有一点烦心，今天哥哥他老人家给了我信心，妈咪把我送进家门，还是把他使劲的亲。妈妈说放心放心，这会有你的弟弟，这孩子有灵气，长大了有志气，不做我的好脾气，与那只有骨气，跟我讲义气，这现实不咋地，这现实不咋地，具体还是很争气，每天都感觉我爸妈的笑脸。去上班，我去幼儿，带上笑容。
天哪，把转盘踩坏了，赔。对。他们跟安又琪一样，安又琪是参加超女的。哎呦，大师姐在这里。怎么两个人想着一起唱的这首歌呢？因为就回来了嘛，每次回到湖南卫视就像回家一样，就是常回家看看。然后，这个爸爸妈妈去上班，好，我编不下去了，来这个。没有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路虎说了一句啊，远哥，我半年没有上电视了。然而你知道上电视的时候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吗？因为我知道陆虎写这个时候啊，肯定是因为爸爸妈妈去上班了，没人辅导学习，就可以用我们的作业帮直播课。帮帮帮，网课上作业帮，帮帮帮，好成绩有人帮。找名校老师，学姐替大招，就上作业帮，帮帮帮。二位真的是特别的棒。刚才有一个青春好物啊，那个是什么意思？拿一个。对，是这样的，因为当年我们刚刚比赛出来的时候，也都是我们都是自己就是 Tony 老师，也不是，就是因为看着像大老师啊、韦伯哥，然后他们的头发当时都是杀马特是不是？上了就是夹得很高的那个，然后我们鬓角必须要很长，对，特别长，跟对联似的，就是两边就要不然感觉不厉害，就不太像明星的那种感觉。后面你们的照片，当时的照片，哇哦。哇，陆虎好瘦哦，那个时候，那时候还是偶像派，对，帅帅帅，江远那张好像彭磊。哇，我那时候发量好羡慕，现在也还可以啊。二位现在也真的是发展得很好，张远也是刚刚发了自己的新歌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。还有虎子，他写很多电视剧的那个主题歌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挺好的，你们两个人反正永远都是散发着那种热情，对，十年如一日的好，嗯。我们一起加油吧。今天呀，第二首歌唱要唱的是什么歌？就是少年。少年。好，接下来带来你们的第二首歌曲，开唱转起来。这个真的很感动，对，而且最主要的是，你们很多的样子，十几年前的样子我都看到过，然后今天都站到这里，还在坚持着自己的梦想，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。然后再一次想说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！一起加，一起加油！对对对。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青春宝物。我的最爱，吃的，哎，对，还要配那种有气泡饮料的，汉堡，汉堡，炸鸡，炸鸡，炸鸡，对对对对对，哇，炸鸡，炸鸡的话有点难猜吧？魏大勋，当红炸鸡，王一博，王嘉尔，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谁，好不好？好嘞，开唱，转起来。Show no one more.我是今年刚满18岁的杨胖宇，声音好甜啊！
要不要解释一下你的青春好物是什么呢？因为我很喜欢吃炸鸡，正好，哎，我觉得这首歌很符合我。朋友你好。那么第二首歌就敬请期待了，我们一起嗨唱转起来。好听，真的太可惜，希望大家以后好好支持他好不好。那我们就看下一个青春宝物，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件宝物了，小童开箱是什么。这里面有两个东西，但这两个东西呢完全不是一个东西。它不是个东西，里面有一个遥控器。哦哦，大家猜猜另一个是什么东西。鞋垫。不是，跟哪吒有关系的东西。哪吒有关系的东西。炼丹炉。风火轮。溜溜球。溜溜球。哪吒爸爸的东西。哪吒。托塔李天王。哦，雷峰塔。龚琳娜老师。发嗨你不懂爱，雷峰塔会倒下来。那应该跟白蛇有关吗？赵雅芝，赵雅芝来了。哦，有可能。娜姐，你小时候喜欢赵雅芝吗？喜欢呀。她会不会今天来就是为了说一句，你已经成为了我。你们在猜艺人的时候，林丹哥真的就在我耳边说，他们真的会来吗？相信相信的力量。巩俐、郎平他们都跟节目组有联系。你想想，您都来了，还有谁不会来，对不对？您是世界冠军，您都来了。行嘞，巩俐娜还是雅芝呢？还唱转起来。欢迎高胜美老师。太棒了，好久不见。我的天哪，我真的第一次在现场听到这个熟悉的歌曲。大前辈，我们再次掌声。嗨，站在一起，我们正青春，嗨上有了你，我们更青春。生命都重要。朝着目标去坚持的时候，其实不用想太多，只要你坚持一下，你就一定能成功。那你给这个世界一个快乐的微笑，世界一定会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。花有中山月，支持在笑天。影视金曲再唱，哪家强？每周五晚看嗨唱。好飘雪，韩雪。韩雪，老师，这首歌很好听的。撕开我记忆的伤疤。红提莫，真的是至尊宝，好可爱。今天其实我来是向我的意中人表白。今天潘玮柏自从穿上这身以后，他就越来越怕冷。现在冷的他已经披上那个貂皮了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潘玮柏特别像那种看门大爷。大爷，有我挂号信吗？你给我看一眼。今天不适合大笑，头套会崩开。现在已经有在移动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嗨唱揭秘凤凰传奇那些年的故事。他来了。你们两个从前就真的没有一点儿点暧昧的吗？一点点。公司说不许谈恋爱，对。啊，没有，没。聊这么深吗？我。
我一直都没有敢看你们。我的妈呀，是谁，究竟是谁来到了我们身边？真的假的，老师？真的假的？杨丽丽老师吗？